我在你内，你在我里。我们请翻到的弟兄姊妹们先宣读第一节。主，我在你内，你在我里，住在你里面，时刻不离。你与我同在，何其亲密！主，我们彼此连结为一。神圣经纶，神圣分赐，在你三一里向我传输，与我调和，用你的自己。请知情的姊妹帮我们起个音。